我对一块大屏幕不感兴趣，我要的是大陆市场。你只要帮我几天忙，我一定可以做伯父的接班人。你是要我继续做你的假妻子？其实他设计的选举制度是有利于英国管制者把亲英抗中人物塞入立法局的制度。如按照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遵守中英协议和承诺，彭定康就不可能完成小佳亲英反中观点。小佳，你的快递小心啊，好了，马上做完。一套协议办事需要中英合作磋商，一力平稳过渡。彭定康终止谈判的计划是想排除基本法的影响力，排除爱国爱港的香港居民。瞧你那优柔寡断的样，要不当初王志刚会扔下你去美国？港九新界泛商社联合会两回事，行政管理文职人员协会。那你当初要是主动点儿，他就和别人结婚了。彭定康放弃他三倍版的特权。联合国安美国就请联合国。行了，其实啊，阿文的要求有什么可怕的？退一步讲，就是假戏真做，有什么了不起的呀？我看阿文人不错，总比我那个子豪成天没真没假的强多了。再说了，他累大百万，可真是帮你大忙。没有市场，你那研究成果呀，就是废纸一堆。重要的是啊，把合同签好。积分三次付款，每十天付款一次。如果你拖延付款，我立刻终止合同。同意。真同意吗？可别反悔呀。真同意。第三条，名义婚姻期间，甲乙双方不得同床。哎，我可是花了800万呢。你要是这么想就免谈，而且这800万是要还你的。同意。除此之外你还得尽妻子其他的义务。不同意。第四条应该是双方不得干预对方的私生活。 OK， 我们来个一家两制，大家都方便。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OK， 我们是不是签个字庆祝我签了一份卖身契啊？你只是卖了个名义而已嘛，啊。